啊，團年飯有呢個齋菜，哇，有魚魚，有呢個粉絲蜆，繼續有齋，同埋咧有花生，嗱，新年繼續食花生，咁同埋呢個粉丁肉應該係，仲有咧 ，Uncle 自己整嘅醬蹄啊，哇！新年唔知咧就要食餃子嘅，其實唔新年都食餃子。是三鮮餃，啊北方餃就比較個皮比較肥，呢啲烏烏，烏烏都等食餃子，因為醬蹄好正，翻台整嘅醬蹄好過出邊，要切得很薄先，先至唔腍。佢嗰啲就算唔係好薄都，粉蒸肉，夠粉，咁齋齋。你中乜都係做咗鹽劑咁咯，我麻麻地中意食，但都 OK， 即係呢個學學。因為你鹽整埋，鹹嗰啲，咁啊中和下好嘅，團年飯，不過嚟緊仲有幾餐，年年有餘啊，北方人啊，所以咧佢哋唔係點蒸魚。通常新鮮先嘅，啲魚夠一塊塊，咬落去，佢又唔係超滑嗰種，但一啲啲好似石斑，香港嗰啲，可能香港啲石斑好味嘅，如果冇電油味嗰啲，講食嘢啊，魚嚟計，除咗三文魚、龍蝦，咁啊。香港好味嘅，牛肉呢度好食啲，香港豬肉都好食嘅，雞肉就香港好食。坐啲，贏咗個洗牌，贏多幾分，幾唔憤氣咁。I don't trust what you do。同我哋用兩副牌嚟玩，黐線。唔係屈唔到嘅，因為太硬啊，同埋太厚啊，太厚啊！我哋七個小朋友啊，所以咧就咁多。好奇嚟，可以出五條啊，俾變態，即係五隻四咁樣掉出嚟。佢叫做五條煙啊嘛，四條七我，哇幾犀利，係咯，真係。四條七夾乜嘢？七到盡啊！七到盡頭就係型啊！我雖然有一個老婆，但我有三條女。哇！我上鋪有三條女，今鋪又係三條女，係我就係多女嚇。哇！一二三四五啊，同花筍啊，玩曬啦，係咯，又有同花筍，有三條碟，仲有三條積，點輸啊？